最近有点穷啊，老婆子。是啊，最近有点穷。我们要不要改变命运呀，老婆子？是的，我们要改变命运。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，我是雨佳。今天我们应很多很多粉丝小伙伴的要求，下了血本买1000块钱的刮刮乐100张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搏一搏单车变摩托。为了这次抽奖，好运连连，我们连祖传的大法袄都穿上了。现在我和雨佳每人50张10块的彩票，看看我们两个谁的运气更好一点。开刮！每次到这个的时候，激动的一米了的。我他妈，你是不是靠这了？那也不是，我这样行了吧？啊，行，转不开，太挤了，这一个凳子，单人沙发坐两个人还是很难受。第一个开门红啊，中奖10元。哎呦喂，中10块呢？对，我还沉浸在2块的那个氛围里面。我们本身就10块钱一张，不赚不赔。没中，没中啊。10块的刮起来就是纠结一些，因为代价比较大。代价太大了。中奖10元，牛！老公，万一这次我们还是血亏怎么办？啊，卖棉袄换馒头。没中，没中。哇，没中，血亏30了。没中。哦呦呦呦，有了，10块钱稳了。30号中奖10元，牛！不得了啊，牛！有本事给我中个100的看看。我没本事中100的，但是我中个30还是可以的。哎呦，不得了啊，牛啊！中奖30元，可以啊，牛啊！到现在为止，我一张赚钱的都没有，顶多就是打平了。你不是有个20的吗？两个加起来20。哦哦，弄了半天，你刚刚那什么？你总共中了？我总共中了20。我刚刚那一张中了30啊！牛牛牛牛！你热死了，没中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，老公？这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中奖30元！哎呀，我中了70块钱了，怎么办呀？啊，大棉袄有点热，我要穿上我的皮大衣。你就算穿上皮大衣，你也赢不过我。没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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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中！中奖10元！为什么我的一跌都不中奖？我跟你刮的不一样。我要爆发了，相信我可以的。中奖10元，牛！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中奖10元，牛！没中，没中，没中。中奖10元，没中，没中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不刮了。真是啊，不至于吧？心平气和，这点小的波折对于我们来说不算什么。虽然没中奖，但是还是要保持微笑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中奖10元，中奖10元，没中，不牛，不牛。Hello， 你把我吓得我都没中。我到目前为止一张赚钱的还没有，因为每张最多的就是10块。哦呦呦呦，刚说没超过10块钱就超过10块钱了，0724，0724，哦呀呀，不得了啊，大奖啊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呀，这次要爽歪歪了，40块，牛！史上最大奖，没中，中奖10元，雨佳这次不行了呀，比我差远了呀。Hello， it's me。中奖20元，牛牛牛牛牛！中奖50元，我去！有史以来最大奖突破40了，中奖50元，我一张刮刮乐彩票全部都刮完了，所有的中奖都在这里，我们给大家加一下，总共中了多少钱？我们把所有中奖加起来，总共450块钱，1000减450，1000减450等于血亏550块钱。啊！不过后面我们看了一下，这每一张10块的彩票，就是它会有一个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2元。我们买每一张10块的彩票，还相当于为公益事业捐了2块钱。看到了这个之后，我们的内心有了些许安慰。好的，粉丝小伙伴想看的大金额的刮刮乐彩票，今天已经给大家刮了，血亏550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少奇视频的可以帮忙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一下。想看少奇下期播什么，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